我是小芝，在新北瑞芳的猴头是被美国 CNN 评选为世界六大赏猫景点之一。我有一点想知道，等一下我走完一圈猴头会遇到多少猫？以下开放下注，下好离手哦。我猜大概是30只左右吧。从猴头车站下车以后，我们过了一个人猫共用的天桥，就开始今天的猫奴之旅喽。大概就是30。